那叔叔是有跟你去按吗？还是没有？他在那个电器室的那个电置上面就爆炸了。那我们先盘右边，应该是右边这边应该可以排掉吧？团团按的，然后我在团团后面，然后我后面还有两三个人。诺英跟阿喵是不是？是阿喵吗？对，阿喵是阿喵，没错。我们这四个应该就跟这无关。二白有吗？有，我也在右边，只是我不敢挤上去，我怕大。有看到吗？彼此有看到就好。二白也在右边，那就小雨发发啦。我一开始下来，我就走到储藏室里面。我接完一个任务走出来，然后看到门口发发在摸他的小宠物，我就跟他一起摸小宠物，發發然后就排错了，那就发发了吧。他们两个不是一起的吗？对啊，没有，可是他是后来最后拍那个拍尸体前一刻看到他，而且叔叔都在乱爆料发发的习惯。所以就咬了他。你看他刚喊什么？好耶！哎、欸，等一下，我喊好也不代表的是我杀的、啊，我这借刀杀人也不是我杀的，何必要把这个他死掉怪我头上呢？不对吧？冷静点。我们没有怪你头上，只是觉得你做的很好。这样盘一盘就是你啦，没别人啦。你们再想一想，你们再想一想。好，我们再想一圈。我们再想一圈，我们再想二十秒。哦，好啦，那我是小偷啦。其实你们也是可以投我，但我投我自己好了。我先下去喽，我紧张喽，兄弟，我是小偷。哎、欸，那等一下，我爆料。那如果是那个左边有炸弹吗？没有。好，可是也要很近才会知道。确实、嗯。就再看看。哦，阿妈又是小偷。哇，炸弹哟！刚刚原本正想要在起始位置放了，然后结果呢？哎，就没了。没事。那我们先来右边解个，然后关个灯，就可以来走。哇，这边都没有什么好放炸弹的地方哎。跟小雨。稍微去看看里面有谁。哦，孟娜、克白在里面。这里呢？这里放还是这里？下面放好了，下面放个。嘿，这肯定要多放炸弹呐！哎，怎么 CD 那么久？我们不是20多秒吗？15秒吗？炸弹不是15秒？好可疑哦！所以这炸弹 CD 比想象中久哎。把大家引啊，这样大家就引上去了吼。啊，哦，炸弹，好想再炸一个。OK， 或者是我这里放，哎、欸，哦，他等他爆了之后15秒才有得炸，那也没办法，一直放。我等一下这边放一个，然后晚一点就可以去。哎、欸，然后等一下关灯，所以是35秒爆炸，是不是？35秒爆炸。好，我们等一下关灯。哦，这边有鸡腿。哎、欸，把大家引过去，差不多了。储藏室，然后我就回心电图。很难炸、欸。他在实验室左边，储藏室跟储藏室中间，躺在那里。实验储藏室中间，储藏室中间没有哦，他说谎哦。中间实验室跟储藏室中间，就是那个要按紧急任务那一条下面。哦，不在储藏室里面。哦，不是。我想说我在那里，他说在这里，我就直接举报他。不是，他在中间、嗯。然后刚刚紧急任务，我跟诺英从紧急任务往下走，我往实验室走，他往外面运输船那个方向走。那个时候还没有。然后我去做实验室任务，出来之后他就在那里了。你说诺英还是克白？克白没有，诺英在我这边，诺英在这边、
关店后，就是关店后，克白还活着，所以很近，这个尸体很近。关店后还活着，活着，就是已经开了，店已经开了，就是那个关灯后，哦、就是在一边开的时候，我一边拍的。那個、已经开了，然后他还活着，因为我有看到他走出来。那个时候，我跟小雨还有孟娜是在左下角，那应该跟我们三个无关。嗯，我从左下角解完之后，我就去那个武器室那边，我就看到小雨跟诺英。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解锅炉，然后上来有看到小雨在氧气，然后跟孟娜在旁边。如果你是说那个时间点的话。团团呢？你说我吗？我那个时候，哎、欸、呀，这刚刚有断电，对不对？对。然后第二次，好，第一次断电的时候，我是在右上角实验室的那个气房里面。然后呢，第二次断电，我现在呢，我是一路从标本室绕到管理室，然后现在在看心电图。我刚看到克白死掉，然后你们就拍桌了。那跟他无关。管理室，那你路径好像也比较……可是他的行动也只有他自己可以验证啊。对啊，我们其他人比较可以互相保。可是我比较在意是他怎么死的。好，就这样。啊，真难！啊，炸弹也爆了！哦，炸弹好难哦，我已经很努力了。啊，来吧，完全只能靠。吸血鬼，我这边只能当做好人来开啊。OK， 而且也不能在人群之中放，不然的话就太明显了，它会有一个小范围的样子。再试一次，我能依靠的就这招，对不对？我只能持续不断的用，好不好？持续不断，来。通讯，再关一次灯，哎、欸，再关一次灯，感觉快爆了，应该有料吧？这次应该有料了吧？有吗？啊！做事了！我成功了！哦，有炸到了！什么？我用了一辈子，终于炸到了！我炸到两个，最后这一炮。哇、哦！谁被炸了？我啦！我想说，那个还看起来还很远。哦，我跟你讲，炸哥真的很难玩。好玩吗？现在真的很难，太难了。哦，我第一个原本要放的时候被孟娜那边先弄走，然后第二次放了，然后被拍桌走，然后最后这一次我就是放在那个电灯的旁边的一个屋子，然后再等到快要爆的时候再关灯。哇，一切都算好了。对，就是要这样子诱惑才有办法。你那个可以看监视器那边？没有，监视器对。就在隔壁，所以你为了要，尤其是关灯，你又看不到，可能就会被炸。嗯、啊，很难。哦，红色是可是，那其实很大，你那个可以炸到那个电器室在外面一点点都可以炸到。哦，因为我把它调很大的范围、哦，只是它也有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它是炸弹爆完之后，然后再等15秒，你才可以再放第二颗。所以场上同时就只会有一颗炸弹、哦，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嗯，原来如此。但确实很难用。确实。要配合的接近，因为你真的不能在别人的旁边放，就直接露馅了。对啊。露馅。哦，所以是小雨被炸到，还有谁？嗯，我不知道。红圈外不会被炸到吧？会。红圈外不会。你最后有活吗？会啊，因为红圈看到的是一半呢、啊。哦，我还有一半的距离是看不到的。哦，那应该是他们，因为那时候我还有看到阿喵跟诺英也在附近。我想说，哎、欸，好像有机会哦。好难，前两天完全都是靠孟娜咬的。怎么咬？我想说克白那个应该是孟娜咬的。哎、欸，我前面以为阿发知道是谁杀我的、欸，对不起，我快捷键忘记拔了。拿什么？
没事，银泰治愈还好，因为那时候爸爸也死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一开始摸他西，我想，哎、欸，阿发知道我去左边，他应该都是干掉的吧？然后我结果死掉，想说，哦，阿发是小偷，那他应该想做点什么吧？应该想去弄个孟娜，对，结果没有。那就阿发不是啊，我就突然那个鬼转就鬼转在我身上，然后我说啊，没关系啊，反正我又是领500下去的，这次应该没那么幸运可以那个啦，没有那么幸运可以猜到了，没有两张 SSR 同时出的。那、啊、叔叔，你的 skin 什么意思？这不是圣诞帽吗？圣诞帽，圣诞帽、啊。等下我都票他，等下我无脑票，你不要。不要想这是斧头，它就不是斧头，它就是圣诞帽。圣诞帽，是感觉讲出来了，你讲的讲出来了，好了，两个踢出去了。好了，我换了，我帮你补。换一场，换一场，换个地图，气死！我帮你补补哎，你还把它讲出来，真是的。张克，好玩是好玩，但真的不容易。可能要让它可以炸又可以倒，对。啊，小雨跟发发，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吗？笑死！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第一乱我说那个紧急任务的时候左边有没有炸弹吗？我们刚死人的时候在聊天说，炸弹客感觉你就要放在那个左右两个那个解，然后你把它放在那边之后，然后开那个任务让大家去解，这样就会炸到。哦，我有想过这一次的，但我觉得关灯那边更 OP。嗯，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啊，是发发还是熊啊团团呢？哈，结果我们被那个困住了，不是我都没有，都不是。好人不养，笑死！哎，要断，又断了，好像比较容易断，反正我先调好。好，换票。哦，所以也是同一个吗？嗯，但应该没办法再连，他可能要再开一个吧。哎呦、欸、我连进来了，嗨！你多连几次，我看你来。我这边有点状况，我肯定要等一下，你们先一场。哦，好。好。Sorry。没事。我电脑崩溃了。好。好，那我们好人方又有一个新职业来玩玩喽。好。它叫做守卫。之前我忘记有没有开过，对啊，主要呢这个守卫就是他身上有螺丝钉，他是好人，那我们预设中他的我们预设中他初始的就有7个螺丝钉，那可以干嘛呢？他可以把通风口给锁起来，好像一直断、对，那通风口锁起来的话，那个内鬼就没有办法走那个通风口出来，他顶多就是可以卡在那个通风口看一下门口有谁，但他出不来，对，他可以封锁通风口，以及呢放置摄像机，他可以再多放几个摄像机，看你想要放在对不对？这个电灯的地方啊，还是厕所的地方啊，或是干嘛？你觉得内鬼可能会去的地方就可以放。那他放完之后，就是拍桌的隔天，就摄像机就会启动，那大家都可以看，在那个看 VOD 的地方就可以去看。对，那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 VOD 可以去偷看哦，只是他使用的时候他是自己没有办法移动的，可是就可以去看看他、各个的摄像机的位置有什么状况。 OK， 酷哦。对，那当然位置要好好放啊，你放厕所或什么的淋浴间可能就要开告哦。GG告起来，那我觉得我们还是重开一下，因为感觉怪怪的，卡卡的。好玩。是不是都要各种重新？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卡卡。卡卡的。有，看可不可以连。那我们克白先忙，我们就没有第三方回来了、好了吗？回来了，老快，那蛮快的。那我们第三方有小丑，小丑还记得他被票出，他就会独赢。对，那内鬼的话是魔术师跟百变怪，好不好？魔术师就可以让大家都变灰色的人，趁机来到百变怪就可以变身。那好人的话就是像刚刚说的守卫。可以
封锁通风口或者是看 VOD、然后还有通灵师跟工程师哦。好的，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走起走起。哦，新职业守卫感觉很 OP， 只是主要也是要看他的能力啦。哦，工程师也是很 OP， 魔术百变小丑，守卫通灵工程师，能够相信谁？我要来蹦蹦跳跳给大家看吗？来蹦蹦跳跳啊！这里好像没得